Hi guys, welcome back. 모마입니다. 오늘은 대만에서 친구가 와서 대만 친구랑 같이 대림미술관 갔다가 종로 구경할 거거든요. 오늘은 중국말로만 얘기할 거라서. 하요 라이바. 니하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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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케이 오케이 오케이. 他是我的台湾朋友的哥哥不是朋友哥哥都一样我是哥哥还有这你这里来过吗？没来过，这里是美术馆，啊、哦，美术馆，我拍你的，拍什么？我拍你，哪里？你要拍我？嗯，我不好看、啊，好看，真的好看吗？可以，我可以来笑。대한민국만세！嗯，一个人一万。你想吃什么？寿司。对，你的中文真的变得很好哦，给我们加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真的很好。几年了？四年？三年？嗯，六，快四年。哦，四年。厉害哦，我的韩语都还没变好。你们想吃面吗？还有饭？米饭吗？还有米饭。米饭。종로상가这里下面的地下市场，嗯，地下市场，地下，不是这里，吃酒的，这里吃酒。很有名的，这里是老的感觉，不过很好吃。这里有名吗？有名。是那边有基地的签名啊，基地的签名。你没去过这个？没有。他们臭臭的。小鱼干啊。因为这里有只有这个汤，还有别的汤没有的这里。你们可能是吃豆腐的。臭豆腐。嗯，臭豆腐。可能吃对吗？喜欢吗？我不想吃。臭豆腐比较臭。这个这个。真的，可是他们不能吃的，是那个。我不要，我不要。你真的不好喝。让我来吧。不能，我不能。我的手机，不要打手机，我的手机的。给我吧，我没有拿，我的手机给我吧。你怎么啊？这里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吃完了，嗯哼，我们现在去咖啡厅。我们先去咖啡厅，没有赚钱的人请哥哥喝咖啡就好了。好的。没有赚钱的。익산동没去过吗？没去过。익산동是한국老的感觉是哦，韩国是我的家。你的家？你是韩国人吗？我是韩国人。这边我来过一次，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咖啡厅，然后都是比较传统的建筑，传统的屋子、房子。还有你第二次来这里吗？啊？第二次来？第二次来？你第一次来去这里吗？咖啡厅？咖啡厅？可是不是这里啊？不是这里，这里是有名的。哪一个？这个？啊。三。后面还有人，快点，我们看一下。嗯。我也是拉丁的。对。谢谢。去二楼、三楼也是可以。去。一个。不是 milk tea 的，这个 choco 拉丁。哦。
然后就跟老铁，是咖啡拉铁，咖啡拉铁，四个，四个，这三楼比较好看的，那边，那边很舒服，对吗？啊，这里好，很热哦，很热。 OK， 干杯！好想喝酒，不要吧。我们好健康。干杯！干杯！好喝吗？好喝吗？ 你不能喝咖啡。现在不行。이모 천천히 한 병 더 주세요. 천천히 없어. 아, 오케이. 샤미스, 샤미스 한 병 주세요. 네, 잠깐만요. 这是我学的韩语。你质量怎么样？三瓶，三瓶就觉得厉害。厉害吗？你呢？我不能喝三瓶，大概一瓶。 可以吗？可以学的很好哎。一二三八七，可以，你很厉害。我讲那个会不会？现在已经来到时间晚上的9:26，罗马已经累了。因为他，我睡觉以后都去。对，恩妈喝酒去啊，还不喝酒吗？ 我不想喝，今天不想喝，真好。今天不想喝都还有，没关系。我在很久，还有星期五、星期六都可以的。啊、ice cream。是 ice cream，我不知道。这里走路吧，我走路还有以后看看吧，好吧。就 ice cream哪里有 ice cream？ 是蓝莓吗？是吗？是我不知道的，贝里的。贝里。哦，ice cream。 你吃吧，我不知道。这里看看吧，这里。哦，紫色水果。嗯，这里不知道。这是一样的。哦，对，一样。就一个。比如说，你看，这个冰淇淋。刚刚看到别人拿这个，然后饼干是绿色的哦，很适合拍照。所以ice cream呢，就可以了。好吃吗？ 男人的一样的感觉。OK，收收啦，我们讲很大声。那个老板看一下，老板看我们，因为我们都收收。啊哈哈。今天我很累的话，现在回家了。今天我第一次中国话视频，怎么样？谢谢。